大就喜欢那个吧。最主要最主要的话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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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文姐有啊，文姐。女仔有啊，都。喂，楼上还有谁下来？秉才师傅，雪兰莪龙狮运动总会洪广业师傅，马来西亚龙狮运动协会李永进秘书，马来西亚全国龙狮总会秘书长杨庆全先生，马来西亚龙狮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会有点红炮的这一个仪式哈，所以大家不要被吓到哦，也不要太靠近红炮哈。好，我先给大家知会一下，那请大家呢站得有点距离哈，不然你知道红炮啊点燃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炮台呢会碰到你是否谁啦 ？OK， 大家还是要小心。看这边一张先，我等一下，我们的摄影师准备好一下。来这边，大家准备好哈，看前面镜头。来过来，来过来，靠过来，过来。好，可以靠近一点哈，靠近一点。OK， 二四六八，一粒已经开采了哈。
来这边。等一下，大家后面的嘉宾们，你们的彩虹不好对到前面的嘉宾的头啊！你们往高一点啊！好，你把这衣裳哦。哎呀！